博士咧遠道翻嚟香港咧，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我哋除咗睇到佢好多嘅展品、最新嘅展品之外咧，佢都抽到時間喺呢度咧同我哋有一個聚會。咁就講下佢嘅書畫嘅心得啦。咁跟住咧，我哋好高興今日咧請到咧何君堯教授咧做個moderator。咁佢哋有個對話，咁我哋喺對話裏面咧就學嘢。咁跟住一個小時之後，大約咧我哋就會有個 demonstration 嘅。非常精彩，咁就喺而家呢個小小時間咧，咁我哋有個小小嘅紀念品致送俾麥嘉麗教授嘅。多謝各位今日出席呢個咁好嘅活動啦。咁前日就開幕，咁當日咧。近博士都有支持嘅，咁亦都講咗少少啊。咁當然咧就時間問題啦。當日真係可以話意猶未盡嘅，因為有好多嘢我哋想知，用大家嘅時間咧係詳細同佢解釋。咁我自己咧就係研究藝術史嘅，所以咧我就對於歷史我都好感興趣。咁咧就我亦都知道咧係近博士喺1957年嚟香港。1958年就開始學正式跟老師，又跟周一峰，同埋咧係梁伯宇，兩位都係好著名嘅國畫家嚟嘅學徒。咁之後咧又跟歐建功先生係學書法，咁真係出現名家，咁當然非常之唔同啦。我想做少開場嘅地方就話、是。點解當年你會學書畫呢？因為我知道你係一入中大時候你係讀文理嘅，係啊，咁點解興趣讀書嘅興趣又喺理科喎？但係點解你又會喺當時就開始學書畫 ？OK， 咁講到我點解對書畫有興趣先啦，咁梗係對某件事物有興趣，咁就會追尋落去。係啊，我咧就喺鄉下長大，喺呢個番禺嘅鄉村嘅地方。咁嗰度我所接觸到咧，都係見到嘅藝術方面嘅嘢咧，都係傳統嘅藝術，冇咩西洋畫咁樣啊。喺呢個我讀書嘅小學，就隔離咧就有個叫做鴻山古廟，而家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文物單位嚟嘅。如果有同學可能有朋友去過呢、這個番禺嗰個保密園嘅盡頭，你行到去盡頭咧，就係我細個居住嗰條巷園啊，我就喺嗰度長大嘅。咁嗰度好就喺嗰度附近咧，又有個古廟群嘅黃山古廟。咁嗰度裏邊咧就有好多壁畫啊、題字啊咁樣樣。嗰啲咧，嗰、那個地方就變咗係博物館，即係等於我哋鄉下嘅一個博物館啦。喺嗰個藝術作品就喺嗰度，所以一路咧都係引起咗我嘅興趣。而且我嘅祖父咧嗰陣時係退休㗎啦，佢咧就做呢個泥塑、呢個廟宇嘅壁畫同埋泥塑雕刻嘅。咁佢對我同埋我大腦咧更係強咧嘅影響好大。咁我自細咧就係對嗰方面有興趣啦。咁1957年我就落到香港啦。咁我都係一路咧係對嗰方面有興趣啦。咁首先剛才莫教授提到嗰幾位老師咧，有啲就係嗰度學校嘅教師嚟嘅。另外咧，譬如梁伯宇先生同埋呢個歐建功先生咧，就係嗰陣時。我喺仿林中學讀書，呢個仿林校長咧就叫做陳仿林啊，佢同佢哋咧就好有交誼，就送我去嗰度，佢哋兩位度咧就學習。咁所以我嗰度咧對呢個書畫咧就好有興趣咁但係後來咧我就轉咗去金文泰中學讀書，咁嗰度嘅理科咧亦都相當好，嗰度有位相當好嘅物理教師就引起我好大嘅興趣，咁一路咧就
啊，追求呢個物理方面嘅興趣，有咗興趣咧，咁所以讀大學嘅時候咧，我記得我係有兩個志願嘅，第一個志願咧就物理，第二個志願咧就係美術。咁我母親咧嚇，佢就當然係希望我讀理科啦，因為讀藝術嘅話咧就真係揾唔到食啊嘛，所以我一定要報呢個理科做我嘅第一志願啦。而且我又覺得咧理科尤其是物理咧，我唔能夠自己學嘅，但藝術咧我仲可以自己做，所以我都選擇理科。咁都好過有兩個志願多。我喺條細個，因為我的志願作文都係一個志願，咁但係你好犀利喎，兩個志願都達成啊！咁我哋而家見到第一件作品咧，就係1962嘅時候啦。咁所以就見到你當年下嘅苦功，即係啲傳統嘅功夫啊，就因為你之後即係有個人風格改動咧，就已經係唔係好做呢一盤生意。係咁呢個其實就反映到你當年。跟老師學畫畫之後咧，即係嗰種面。實際上咧，跟梁伯宇老師學畫畫嘅時候咧，多數學嘅咧都係佢所畫嗰種風格。佢嘅風格咧即係冇咁古典啦，係屬於呢個又唔係嶺南派，周峰就係嶺南派，佢係廣東嘅傳統文人山水啊。這個呢個咧係62年啦，既然62年咧，我已經入咗大學啦，就喺崇基嗰陣時中文大學仲未成立嘅。喺第一年，咁學校咧就有個藝展嘅，咁我就攞啲幅去參加。咁呢幅畫有咩特意嘅地方咧？就當然啦，這個係我當時所畫嘅嘢就係咁樣樣啦。就呢度有個特別嘅地方咧，下邊嘅樹咧，我係即係學呢個國熙嘅山水啊。呢個喺呢個 Free Art Gallery 美國華盛頓嘅 Free Art Gallery 咧，藏有一張國熙嘅秋山圖啊。咁裏邊有幾棵松樹咧，就唔係松樹咧，即秋天嘅樹啊，又係咁上下嘅形狀嘅。咁我呢兩三棵樹咧，就係喺嗰度嚟嘅。咁後面嗰度有幾個山咧，就學李成一張山水啊。李成有張喺個 Kansas City 藏有一張山水啊。咁、那個遠山咧有啲咁上下嘅形態嘅。咁我呢兩樣嘢咧就埋一齊。中間咧有啲地方咧就另外一張畫。又是在 Kansas City 藏的，是在那裡畫的。那些水流溪水流下來呢，就是學那裡的。那我反映我那時候呢，就在傳統上面所謂三臭四吉來的畫，這個是即學中國畫的一個階段來的。他們所謂的傳而無寫，這個就是傳而的都是一個很常見的手法的如果有大師有時都會怎樣拆大石的方式的其實 我很好奇的這個年代的作品呢你覺得有一種寶貴很少了現在十分少了所以這張十分寶貴我後來在櫃桶底抄回出來接了很多折的已經可能如果即是那張原作你可能看到折痕的那後來就裱翻，咁呢張係我珍藏的，所以絕大部分嗰啲都係去咗美國之後嘅作品，就好似跟住嗰張，係嗱，我哋揾睇下一張，下一張唔該，六六年係，我喺美國，嗰時未去美國，我畢咗業，咁就呢張畫就有啲香港嘅山水嘅味道啦，同埋嗰個屋村啦喺我哋讀書嗰個年代咧，沙田咧都好多呢啲小屋村啊，咁有啲樹林啊，啲山咧就比較平緩啲啊，咁樣嗰啲樹木咧就聚集喺個山谷度。咁
即係話你其實做咗頭先嗰張嗰種傳統嘅模式，仲有一啲咧，都係早年都以香港為一個舞台。係啊，我諗同我住咗喺中大嘅宿舍咧就好大關係啦，因為呢度嚇嗰時冇咁多高，完全冇高樓大廈嚇，所見到嘅山水，咁我見到嘅山水咧就想用傳統嘅筆法嚟到表現出嚟。我喺再講下。係啦，唔該。唔該，下一張。定係我哋可以紅塵有冇遙控咁啊？係啊，係喺佢度。遙控咧，佢遙控。我哋方面都成啦。好嘅。咁就呢、這個七四年，咁當時去咗美國㗎啦。係啊，呢張喺美國啊。係咯，佢應該好明顯咧。畫風開始改變。係啊。咁但係呢啲同你而家啲又好唔同。又好唔同啦，係啊。嗰個階段究竟係點樣樣嘅咧？實際上我嗰陣時去咗美國咧，就都有參加下香港嘅展覽啦。咁我頭嗰幾年住嘅地方咧，都冇乜大山嘅。第一年喺 Florida， 咁有大山平平反反咁嘅嘢，所以啲山咧都係即係有啲傳統嘅山水嗰種嘅味道啦。雖然就即係比較簡化咗啊。咁喺去咗美國之後咧，我都即係個畫風咧就比較即係簡化一啲，因為又受到呢個美國現代藝術嘅影響啦，就係、是、譬如啲極簡藝術啦，好似呢個 Frank Stern 啊，咁有好多線條平行嘅線條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新聞，又可以即係簡化到好似平行嘅線條咁樣，係都好有特色嘅，因為你。上面的山嗰種一層一層嗰種重疊咧，其實同你講嗰種做法好相似啦。同埋一種脈絡，即係呢個山水畫就講嗰個山嘅脈絡啊嘛，活脈啊點講係，咁呢個都係傳統嘅意念嚟嘅，係啊。同埋下邊啲雲霧咁樣鎖住個山腰啊，都我就覺得你呢個階段。見到傳統味，不過已經用咗啲新嘅手法嚟做，咁跟住下邊再改一個印章。咁我驚俾人割咗佢啊嘛，所以等下你行咗出去。實在呢種畫咧，我都係聽咗呢個Ravel 嘅Varel 啊，咁佢嗰個音樂咧就。好靜好靜，慢慢一路到到一個高峰，咁就完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 the whole thing is a crescendo， 係一路上到一個咁就完咗。即係嗰個構想就因為我聽到個音樂咁咯。因為七四年啦，咁我跟住睇跟咗幾張咧，都好似同呢啲有啲相似。係啊，七九年係呢個七九年，咁你就流風鬼啦。係啊。這個呢個咧，實際上咧就又係受咗一個景色嘅影響嘅。我呢段時間咧就我喺 Texas， 有一次去 Texas 嘅西部去開會，咁經過一個地方咧，就係、是、實在係啲棉花田嚟嘅，但係啲棉花咧就已經係收穫咗。就剩翻一個好平嘅地方，一望無際，即係望到好遠好遠咧，有個細細嘅沙啊！咁我就即係覺得嗰個空間好大啊！咁如果唔畫呢個一無盡咁嘅平原咧，你就即係好難表示嗰個空間上就做呢、這個啊畫咗呢張畫。咁我又好好奇啊，因為你去到美國見到啲景同大陸啦，同香港好唔同啦。咁你譬如以呢張為例咧，你係見完之後翻去靠記憶做啊，定係你會影相？又有影相，不過呢張咧就係、做出嚟嘅啫，唔係憑實影嘅，即係有嗰個咁嘅感覺啊，有咁個意念就得啦。有人話咧，藝術家有時咧隻眼好敏鋭啦，個心又好敏鋭啦，有當時所謂。經歷咧，即係啲親身體驗啦，其實對佢哋創作影響好大。咁所以我哋如果睇翻以前古人
咩恆萬里路啊，其實都係佢嘅道理。係啦，係啦，係啦。哦，咁啊，當然中國好出名嘅畫家，個個都係自然嚟嘅，好似呢個范寬咁，佢住喺太行山好多年，咁所以先畫到咁氣勢磅礴嘅山水，係咪？我哋跟住睇下嗰邊，係我覺得拍到唔錯啦。嗱，呢一度咧，好似裏面有啲特色嘅，下面嗰、那個其實係溪水定係雲嚟嘅？一條河嚟嘅，河嚟嘅。因為發掘之後，你裝都係有啲裝置。係啊，係啊，係啊。咁上邊就開始有啲幾何化嘅感覺多啲喎。係啊，係啊，係啊，係故意咁樣做。係啊，係啊，就如我頭先所講嘅，即係受到呢個極簡藝術嘅影響咯。咁你剛才都提到我啲山水已經有咗極簡化啦。咁啊，實在頭先嗰兩張都係好簡單嘅表現。咁呢個咧就係、是、有一次我喺飛機上邊去西部遊呢、這個Washington D.C. 個地區啊，搭飛機去西岸。咁嘅時候黃昏嘅，咁啊望落去咧，呢個飛機去到呢個西南部嘅時候咧啊，好暗，但係咧就仲有光嘅。啊、所以我覺得個空間咧，所以個空間咧咁多咁黑嘅，好即係黑沉沉咯。但係佢咧就表現突出嗰個山出嚟咗。咁誒，而且睇到呢個喺飛機上邊望落嚟嗰啲河流咧，就好似書法裏邊嘅一筆咁樣樣。啊，呢個上面好靜，下邊嘅動態幾好做嘅。我想問你嗰啲顏料係全部都係中國的？我而家從嗰時開始都好少用中國顏料，因為第一我帶去嗰啲中國顏料咧，一粒粒一塊塊嘅咧，過咗幾年之後咧乾曬，再開翻水咧都有渣嘅。咁我咧就用呢個西洋嘅素材，咁我即係嘗試喺書紙上邊水彩嘅效果點咧？咁表唔表得咧？咁啊，會唔會甩色咧？咁我試過咧，實際上咧，佢係同中華料咧就冇乜大分別嘅。而且有一個好處咧，佢咧就即係啲比較好嘅牌啦，好似 Winston Newton 咁樣樣啦嚇，佢嘅品質咧控制係相當好嘅。你次次買翻嚟嗰啲顏色都係成唔一樣。咁啊唔會話哦，我洗完啲支，第二支又唔同喎。咁啊，即係對於即係畫畫嘅人咧，就非常之困擾嘅。啊，啲墨咧？墨係中國墨。你會磨墨嘅？呢啲係用磨墨嘅，呢啲係磨墨嘅，係啊。但係我就唔係用手磨嘅。哦，你日本出嚟嘅？我自己用個舊槍盤啦嚇，改裝咗。磨墨機啊，咁啊，呢個磨墨機係我嘅傳統啦。因為知道日本有出呢個細細嘅磨墨機，插電嘅。係，我都係插電，我個墨碗仲大過。你呢個諗得過就可以轉嚟喎。咁日本都已經有出啦，佢哋可以買入啲咁樣啦。我係即係睇下下張。係啊，就呢系列咧，我都覺得好有特色嘅，咁嘅特色嗰種嘅，係啊，呢個構圖啊，取即係比較中軸線，同埋有啲對稱，同埋有啲即係破咗個對稱少少咁嘅趣味啦。其實嗰時你話有時參考到西方藝術多少啦，係啊，因為流行嘅嘢，其實你係好主動去了解定係話你有時到啲工作度見到咁樣。實在對於現代藝術，我喺香港已經相當有興趣㗎啦。自從呢個香港藝術館即係開幕咗之後咧嚇，建立咗之後咧，就有好多外國嘅藝術可以睇到。咁我不嬲都對個人好有興趣。咁啊，去到美國咧，就係最中意咧，去到邊度咧就去睇博物館㗎啦。咁啊，呢啲嘢睇得多就對你梗有影響㗎。咁有好多人話咁日本畫對你有冇興趣咧？當然有啦，呢個無可否認嘅。你見到嘅嘢對你一定有影響。如果你冇影響嘅咧，你就係閉埋隻眼做件事嘅。所以志願真係志願嚟㗎，
如果係有興趣就會放過任何嘅機會去吸收。我話要誒，我諗我要獎啦，就等我要係要快啲先得。咁呢一類都係都係頭先嗰種啊。係不如繼續試下啦。都係嗰啲誒，即係好似書法咁嘅誒，不足做嘅河流。係不平嘅，但係其實呢啲都見到你嗰啲好細微嗰啲嘅變化。實際都可以講係順埋嘅，不過呢個橫嘅順同埋呢啲即係做得佢比較好似冇乜痕跡咁咯，即係唔係好見呢個落筆同埋收筆。因為我嘗試將你呢啲聯繫到你之後，把嗰啲水喺石嗰度咯。係啊係啊係。我睇下一張，呢個你就可以做嗰啲雲海嘅小木偶。是啊之前你見到我舊文咧就係即係好似細佬畫嗰啲咁得朵雲咁啦，呢度咧就開始有啲即係自己都想求變化啦，每一件事你畫到咁上下咧都可能會厭噶，都係真係細，好，我哋下一張，係啊，嗰啲。石頭開始出現，石頭開始比較寫實啲，大溪嶺啊，係啊係啊，因為就係你生活環境入邊，你有時見到嘅景象，係呢度就係我喺開幕嗰陣時都講過，我屋企附近咧就有條河嘅，呢條 Potomac River 咧，喺呢個近住 Washington D.C. 下游嘅地方咧，佢。喺河中間會突出啲石嚟嘅，咁我好多時經過我相當有趣，畫畫嗰啲張，咁呢一類就開始喺八十年代啦，係咯，八十年代尾㗎啦，係開始一期，就加埋之後啲波圖啦，係下一張。呢度又畫呢啲咁嘅松樹啦，呢啲松樹好似喺西部見到嘅松杉啦，係嘛？咁啊，上次下落，佢都勁過中國，所以睇來都各有異國風情。可能中國都有㗎，你如果去長白山啊嗰啲嚇，嗰啲松杉都係咁樣樣嘅。咁你而家有去下？我未去過長白山，我睇到圖片啫。快啲去！我嚟睇下張，景又開闊好多啦。係，呢個好似一個鹹景咁，一個河嘅景啊，有即係啲雲霧比較係朦朧嘅，可以睇就係個山喺個雲度有啲薄雲喺度咁啊。喺到呢度咧，一個空間。其實你都唔知畫嘅人，比較少，我唔係冇畫，都有畫過有啲畫裏邊有畫嘅，有人，即係作為一個點景嘅方式。係啦，而我就可能你可以講話，即係想自己佔有咗個景，我呢個景係我自己嘅，我自己就喺個景前，我係繼續睇。1996年，其實你最多產嚟係邊段時間？我81年開始就喺美國做展覽，咁實際上一路到現在嚟講咧，嗰個產量都係差唔多多。我畫畫就好慢嘅，一張咁嘅畫咧就可能畫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咁樣。我一年咧就可能都係畫十幾張畫嘅啫。差唔多嘅，但係會唔會你好入去？即係話你每一日有啲時間畫畫。嗰陣時咧就畫畫就多數半夜㗎啦，係啊，因為入去要翻工啊嘛，咁啊夜晚食完飯啊執埋啲嘢，咁啊細路仔瞓咗覺，咁我先就開始畫。通常都係10點畫嘅。所以咧，佢哋成功冇僥倖，即係一定要付出。喺時間精力啊，但係身體保持啊嘛，咁樣咪都 OK 嘅，都 OK 嘅，因為好辛苦嘅。而家再叫我10點畫到兩點就冇可能啦。好啊，第二張，都係有啲
期嘅，係抽啲抽葉啊，因為喺嗰邊即係有半年都係落葉嘅時間嚇，呢個夏天呢個冬天之間有一段時間有呢個抽葉，咁即係見到啲抽葉，我係相當吸引啊！前一次嘅你喺個分房嗰度都講到你玩水啦，係你又算又幾有自己意思，我因為我就覺得你發炎咗啦，係啲身體幾快要中噶啦，其實喺呢度已經開始見到。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實際上呢、這個即係差唔多係等孫文咁樣畫呢個山石嘅孫文咁樣，你可以睇到嗰、那個後邊嗰個比較抽象嘅石壁啦，可以講。就係、是、呢個短信直嘅短信，咁我用翻咁嘅手法嚟到畫呢個短信，咁啊留畫。呢種技法就越快推得淋漓盡致啦。之後睇下張啊，呢張又係喺嗰個河裏邊咧嚇。即係好常見嘅景色嚟嘅，秋天到冬天嘅時候，落曬樹葉嘅時候咧，喺嗰個河邊望出去嗰、那個河面度有啲石啊，咁有陣時嗰個河面有啲霧啊，咁嚇喺嗰個樹枝裏面影出去嗰個景啊，呢張至少都畫一個月。實際上嗰啲樹枝最容易畫，因為你唔使諗啊嘛，就咁你畫咁得啦。好，我哋睇下先，係嘛？啲氣勢嘢嘅出嚟，因為就係你平時即係成日都見到嘅。呢個係嚟啊嚟一間啦，部嘅一部分嚟嘅，係。咁我喺美國雖然第一街徒步離開，我哋就都相當遠嘅，要洗車去都要成八九個鐘頭㗎。咁但係有好幾次我哋都去到嗰度旅行。咁去到嗰度咧，梗係比較吸引㗎啦。咁就係想辦法點樣畫佢咯。咁後來自己覺得用呢個點嘅方法可以畫到呢個水嘅嗰種瀑布啊嗰種姿態啊，咁我咪開始嘗試畫呢、這個大家嘅瀑布。咁呢度係其中最早嘅一兩座。我覺得係非常同意，因為如果用傳統嘅用咧，都蝕咗咯。其實顯示唔到嗰個嘅啦。同埋個速度唔同啊，譬如呢個張大千咁，張大千佢有畫嚟啊，加拉瀑布啊，不過佢咧就好似仲畫咗幾個古人喺度嘅，著住呢個長衫嘅，唔同咁嘅味道啦，係嘛？我覺得張大千先生咧，佢係想辦法將自己生活喺呢個十八十九世紀。現代古人係現代古人嚟嘅。